的建筑物都很有特色。那文创园区呢，早期它是在日治时期啊，它是个酒厂，那后来就是荒废掉了，没有人再用了，所以把它改建成现在，就是后来就是政府把它改建变成一个文创的园区。那在文创园区里面有非常多的展览可以看，那除了展览之外，你还可以来到这边喝喝小酒，在里面还有一些文创性的一个商家可以给你来这边逛逛，所以这边到假日就是非常多的游客来到这里。那今天刚好就是礼拜五下午啦，就比较没有人的日子来逛逛，带大家来逛逛。这边有一个非常艺文的一个电影，那这些电影有别于就是商业的电影，没有那种打打杀杀爆破效果啊，非常棒的一些声光效果之外，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这边看看。那你觉得这些电影如果说看到刚好你有兴趣，你也可以买票进去。艺术电影中心那一条路出来，你可以看到眼前这一片红色建筑物，那这里是华山文创园区的另一个地方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常看到很多的那个外拍，还有拍婚纱的，还有非常多的就是来特地来这边拍这些建筑物的，就是背景啦。所以这边是很杀底片的一个好地方，因为这边真的很漂亮。可以看到就是现在雨下得非常大，那我们改走室内的，在室内有非常多的文创商品商家，还有一些餐厅。那如果说你累的话，你可以找一个餐厅坐下来，点一杯酒可以喝一下，都没问题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。